哎，这行。主宰战神，主宰。主宰是自己单挂的东西吧，然后是战神。小月。谁唱歌？谁？哦，我放的歌，不好意思。我直接上了战士。都是大树，不拿白不拿呀，兄弟们！这大树直接五条了。先拿大树打打工。三个树人，大剑呢？这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呦我操！这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磁性卸装置。啊，可以卸装备是不是？是不是能给我卸装备呀？啊，每个人都有。我说的吗？给了把大剑，这不给春哥了吗？正好。你不要看你人多没有用，兄弟，我这三头大树就办你，啊，就办的你，办的你妥妥的。办不动啊，大树。哎，这都办不动，那算了，都买了得了。又一个大树。把这些都撇了，上俩盖轮。哎呦我操，猩红之月加神盾啊！大树能不能办他？大树，给我办他！大树，漂亮！上豆子，两重装，三豆两重，我再来个豆子。咱们前期小掉一波血，然后不是说春哥羊刀配无尽吗？沙米拉，我们转一把沙米拉啊。
战神先拿着，有什么用啊？啊啊，派克也是战神呐、啊！啊，萨米拉是战神，主宰战神，你就玩战神的呗，那就是这么多铲子。我要个派克，春哥正义啊，没有了正义。哎，这大棒都没了，我拿个龙女儿。这三个铲子没有一个人要的是吧？不要拉倒。下一个大树啊，又来一个大树，大树就差俩了，大树。你被悠悠了呀？啊，你用的是悠悠啊？没事。那啥，你得先下个腾讯。四斗两中。恶心人，不是恶心人，那就配斗士嘛。啊，这龙女还是土龙女，但是是黑龙。把它截撇了。哎，又来一个大树，差一个大树我们就齐了。我说实话，这盖伦我觉得没什么用，不如把它给下了，上两个大树，然后把盖伦撇了。重装战士又没用，没用，这斗士嘛，这都上斗士都有羁绊，谁打虚区就龙女呗，对不对？这龙女打虚区，龙女吐小炮挺好的。劫不拿吗？劫先不拿了吧。劫你们先去左边打去吧。斗士龙女是不是也行？就像以前似的，给个春哥，给个羊刀，然后给件防装也可以的。放大看皎月，咋的了？皎月也就那样吧，这也能冲，我是没想到的，兄弟。我后排带个虚区吧，后排上个虚区。没三森林，哎，斗士没拿好，忘了。大虫子也是斗士吧？
应该是这波应该打不过俺们，这虚区严重的不足，这虚区那大树绕了一圈跑过来杀的嘎聊。这哥们六星红还是有点猛啊，我那大树还能不能来一个了？那大树，给个大树，差大树啊，大树差一针啊，大树，小递了一波，递了六块钱的，还行吧，没卡经济，还可以吧，白花六块，本来我们生营口也是可以的。那龙女怎么大没放出来呢？还得这样的呀！哼，不过没用，我诱死你，小伙子！呀，好像没打过，人家卡牌有点狠。大树，大树还能来了个不？大树，咱们不如动手吧。这对面一排一排一块一星啊，我天哪，一排呀、啊、真就一排呗，这侠伤害也不够啊，真不是吧，这一排一星的没干过呀，啊他后边粘一排，我是服了，这都没打过啊，神射手这么猛吗？我先整个羊刀吧，先来个羊刀，不玩新级版，玩啊，这不玩着呢吗？那大树不少一个吗？大树，你让他下边大树给我来一个，哎，不要了，这大树那么憋气呢，这大树还能来了不？我侠稍微往前放点，我发现这英雄得往前放，不往前放没伤害。不要羊刀，不是说要羊刀春哥吗？那沙米拉不是羊刀春哥配无尽吗？这哥们也太弟弟了，连我你都打不过，我都已经够弟弟了，给我来龙魂吧，能不能来个大树？哎呦我操，这大树终于来了，大树
嗯，就上个火蓝打点虚区挺好的。抬营口，我觉得这霞稍微有点问题。这个霞呀，他收羽毛收的太慢，容易死。这英雄得放前排，得给春哥给前排，这英雄得给春哥。哎，这就可以了啊。哎，差个龙魂，那我得升啊，这升。给把无尽的，有个人说那个沙米拉要无尽，我给配把无尽。正义之手啊，给呗呢，无尽正义之手复活甲，不要羊刀，行，我这个先给奥拉夫先垫着，好吧，咱先随便给一给。我这大树不办你啊，我这三星大树，大树给我发力，大树漂亮，大树龙女也生了， nice 啊，这也给了啊，给点装备升级，奥纳夫往前面站点，这侠就站中间得了，就放着得了。龙顶攻速怎么那么慢呢？等他吐完，黄瓜菜都凉了。战神拿一点，这把我们拉酒啊，我们速酒，把春哥给奥纳夫吧，不不不，不用给，就这大树就挺好，这大树三星呢，带个春哥又得要死，没事，这玩意一星没啥用。现在我的龙女是我们的顶梁柱，然后有个大树，乌鸦，哎，
我们已经没什么可要的了，随便拿吧，拿贵的。这奥恩我估计拿不着，够呛。我们拿贵的，哪个贵拿哪个。龙王没人换的，他没法师，龙王不厉害。龙王的技能是吐两下才能造成更高的伤害。这撇了吧，不要了。他这大虫子连个屁都没弹出来就死了。你看我这大树，看见我这大树没有？看见我这大树没？这大树三星大树，给点装备，特别的肉，随便给一点。侠幻露露不就有三法师吗？哎呦，聪明啊！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但是很可惜，换不了了，龙王被我卖了，拉倒吧。护甲也给他穿上吧。哎，这个是。把所有装备全卸了，还是只卸一件啊？全卸了的话，就给装备，那就随便给吧。这把拉九岂不是随便拉？我这是随便拉呀，随便拉，真的是随便拉。上九，好顶的龙女，这还顶？我那龙王一口八千。龙女直接化成灰儿，又给了一个村哥饮血剑和反甲。天神这个三魔法师好像一点用也没有，没有任何的用处。没东西上啊，我现在在想个问题，我是春哥加石像鬼还是反甲饮血？反甲饮血剑吧，上天使啊，我上啥都一样，这都没啥用。这有啥用啊？这没用，别扯淡了，行不行？这也撇了，这都没用，这也撇了，这都一点用都没有，就这么上吧。上饮血剑吧，龙子咱也不要，我们是格武至尊呢。
龙王打人也不掉血呀、啊。这都没用。我发现我这卸装备的东西也没用啊。落手是你爹呀，那不上落手上啥呀，没东西上啊，还能凑个东西不？我其实应该上个福星，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三永恒之神给它改成福星。小伙子，我不用你狠啊，这轮打完我们最后再掉一轮血，然后我们狗五至尊上沙米拉。随便拿，随便拿一个。随便拿一个吧，下回合就把我抬走了，不可能，没那么快。既然要狗五至尊，那这底下的这些东西就都不要了，好吧，底下这些东西就都不要了。上个老头，哎，来了啊，来了来了，下回合我们大地啊，下回合我们大地，现在钱不太够，我们大地。哎呦，我沙米拉，沙米拉要不要羊刀？快点给我，给我个那啥，沙米拉到底要不要羊刀？这沙米拉好像有点猛啊。哎呀，没摁着，哎，卡了。五费卡呢？玩呢哈？死了一会儿，我告诉你。哎呀呀，这可怎么整？三件装备给他，一二，二十二滴血，能死不？加油啊，婉豪！婉豪，哎呦我操，婉豪，漂亮，婉豪！啊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你给谁钉呢？我不钉这个。没有沙米拉咋整？没有沙米拉。无尽给禁服。哦，冒着给拿下来，给禁服。哎呀，老头生了咋整啊？生了也不要，给禁夫。乌鸦是什么技能？变大乌鸦，乌鸦
人呢？人呢？这也不行啊，这。这也不厉害呀，不是说随便整几个挂件就随便赢吗？一星不是乱杀吗？不是说，不是一星乱杀吗？这也不行，给银血呀？那行，我就给卸了呗。既然你说银血剑，下一个给什么？你们说。给巨杀，行，我无所谓。嗯，咱说完巨杀，咱就别扯别的了啊！巨杀都给了，给完就完事了，死了，怎么死的不知道。这也不行啊，这。纯是弟弟，真是纯是弟弟。真是个弟弟，真是一个弟中弟，就这水平、啊。不太行啊。